杨红居士是一位成功的旅美华裔企业家，他是香港旭日集团在纽约地区的代表，亦都是慈辉佛教基金会的会长。他在1983年跟随香港大屿山莲池寺的住持圆行法师显密兼修，来到美国之后就跟随根造上师修学藏密。后来因为圆行法师根造上师先后的往生，于是又再依止灵鹫山纽约道场的深度法师修学，并且兼内观禅修。杨红居士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是特别有缘的，他专门持诵大悲咒作为修行。在2000年的4月和10月曾经整个月闭关专门持诵大悲咒，平常呢每日持诵大悲咒都有3-5小时，所以对大悲咒的修持法门是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应。出版《师偈感应篇》有两集，收录了修持境界的师偈200多首。这一次呢，杨红居士综合了多年来对大悲咒修持的心得与大众分享，愿众生都蒙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甘露法门，自利利他，离苦得乐。好多谢大家今日嚟参加呢个再谈大悲咒嘅法会。大家成就呢个大悲咒嚟讲咧，就系呢个法会嚟讲咧，就系相当好嘅。啊，我哋上年我都系三月几嚟过呢度讲过一堂，仲系嗰句，我哋肉眼睇咧就系我哋呢度100几廿人，但系睇唔到咧就十方法界。啊，咁上一年嚟讲咧，讲十方法界嚟讲咧，就我哋讲话即系肉眼睇唔到，但系当时系冇点样去解释。但系今日咧，就系、是、啊，除咗我哋在座嘅一切喺呢度听嘅咧，今日咧就系、是、好大胆讲，有啲天龙八部，有啲。天人有啲鬼道众生，有啲嗰啲畜生死咗之后嘅众生，有啲啊雀仔，好多好多嗰啲咧，我自己嘅经验咧，佢哋同我倾偈咧，我会同大家分享嘅。啊，今日咁唔理点样都好啦。咁喺法会之前嚟讲咧，我哋仲一片大悲咒先，大家先攞出呢、這个。千手千眼大如鬼，我哋照呢、這个啊，如果冇咧唔紧要，咁唔识念唔紧要，你哋细细声跟住吓，咁、啊、咧就系念一遍。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今在佛前求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從身語以知所生，一切罪根皆慚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恥貪嗔痴。從身語以知所生，今在佛前求慚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恥貪嗔痴。從身語以知所生，一切罪障皆慚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恥貪嗔痴。從身語以知所生，一切罪根皆慚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恥貪嗔痴。知所生，今在佛前求慚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恥貪嗔痴。從身語以知所生，一切罪障皆慚悔，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恥貪嗔痴。從身語以知所生，罪根皆慚悔。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速知一切法，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早得智慧眼，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速度一切眾，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早得善方便，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速成波野樹，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早得越苦海，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速得界定道，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早登涅槃山，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速回無為捨，南無大悲觀世音，願我早同法性身，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切，我若向火湯，火湯自孤竭，我若向地獄，我若向惡鬼向修羅，惡心自調伏，我若向畜生，自得大慈。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南無喝啦丹那哆啦耶耶，南無阿利耶婆羅揭諦娑婆那耶菩提薩埵婆耶摩訶薩埵婆耶摩訶伽羅尼迦耶銀沙盤那花耶蘇丹羅丹舍南無悉吉利多依蒙阿利耶婆羅揭諦悉呼那靈陀婆南摩羅那堅悉悉利摩訶盆多沙咪沙婆訶他導師平訶時耶沙婆薩多南摩婆薩多南摩婆伽摩巴達道丹智陀眼阿婆盧悉盧伽帝伽盧帝依悉利摩阿菩提薩埵薩婆薩婆摩啦摩啦摩悉摩悉利陀人俱盧俱盧俱蒙道盧道盧法舍耶帝摩阿法舍耶帝陀啦陀啦地利尼斯富啦耶遮啦遮啦摩摩巴摩啦目地利依斯依斯斯那斯那阿那參富啦舍利法沙法參富啦舍耶富羅富羅摩啦富羅富羅悉利娑那娑那悉利悉利娑羅娑羅
菩提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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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地利耶，那拉坚持地利舍利那，波耶摩那娑婆诃，悉陀耶娑婆诃，摩诃悉陀耶娑婆诃，悉陀喻意悉盘那耶娑婆诃，那拉坚持娑婆诃。摩拉罗拉娑婆诃，悉拉僧啊，目揭耶娑婆诃，娑婆诃，悉陀耶娑婆诃，揭揭拉悉陀耶娑婆诃，波陀摩揭悉陀耶娑婆诃，那拉坚持频伽那耶娑婆诃，摩婆利胜基那耶娑婆诃，南无喝啦丹那多那耶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娑盘那耶娑婆诃，阿悉登多曼多那跋陀耶娑婆诃。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各位在座朋友，三宝弟子，你们好。我想连三月都在这里讲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我叫做杨红。我首先要讲明，我是一般的在家居士，亦是三宝弟子，亦学人哋修学佛法。到今日为止，我同大家讲，系我冇神通噶，我唔识神通噶吓，绝对冇神通，唔识神通。我亦唔系乜嘢高僧大德，我亦唔系一个喺修行上有乜见地嘅人，当然就更讲唔上，我系证悟到乜嘢嘢。但是我有一颗向佛的心，佛教教我们诸恶勿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我平常在屋企，刚才阿伟奇师兄都介绍过，我平常在屋企日日都有修持大悲咒。咁我修持大悲咒系点样修嘅呢？我系观想尽虚空遍法界，十方法界都同我一起修大悲咒。我念一遍就等于无量无边遍。除咗我自己修持大悲咒之外，喺屋企，另外我自己平常嚟讲呢，就遵照佛陀嘅教导。遵照佛教的教导，诸恶勿作，众善奉行。我自己除了尽量去做好事之外，我自己又聚集了一帮朋友，大家一起来做好事。我做的好事本来就不需要张扬，没必要张扬，佛教是讲因果的嘛，你自己做了就好了，那你为什么要在外面人讲呢？讲和不讲都是有它的因果所在的，没什么意思的。但是大乘佛法是讲求心，心呢，如果我自己讲出来能够启发一些朋友，启发他们的善心，这都是一种善事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亦不妨今天在法会上讲一些我自己平常所做的什么事。我自己的善业，当然早那轮报纸卖的印度大地震、危地马拉大地震、内蒙古大地震，这些
我自己都是廣結善緣，人哋有痛苦，自己都做啲啦，啊，都有參與，啊，同樣我自己台灣亦好，美國本土亦好，啊，加拿大好，都有做我自己嘅善業。當然我係中國人，喺中國我做好多，啊，因為佛教教導我哋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四重恩当中就有个地方恩，我出生在中国，所以那个地方跟我相当好的恩缘，所以我在中国又做了很多很多。广东、西藏、陕北、黄土地地方、湖北、河北，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啊，那我觉得这样做觉得人生好有意义，但是我这样做下去好奇怪。我每做一次善业，特别呢几年，呢一年半载，我觉得龙天护法嗰啲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全部知道晒嘅，佢将我所做嘅嘢冚唪唥讲翻晒俾我知，就会咁嘅。吓啊！我自己大家都听讲过。拜忏超度，当我做超度的时候，不单止那些鬼神来求我，还有那些畜生，死了那些畜生他都来求我超度他。哈，真的我觉得很神奇啊。佛教教导我们，佛教是讲因果，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上年我讲了很清楚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上有思过之神，天上举头三尺真的有神明的，按人所犯的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减你的寿命，算减则贫耗，一减你贫耗点咩？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啊，灾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性再之，算尽则死。呢啲恶人就咁样噶啦，啊，算减你做衰嘢咩？就减你嘅寿年，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人哋见到你都怕，啊，多人皆恶之，灾祸随之，衰嘢就跟住你噶啦，啊，吉庆避之，好嘅嘢唔俾你噶，啊，恶性再之，算尽则死。善人呢？善人唔同啊！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人皆敬之，天道佑之，啊，福禄随之，邪神远之，众邪远之，啊，神灵卫之，神灵保卫你，所作必成，所做嘅嘢都得啊！你自己善人，你发心去做善事，好多福禄跟随着你，神灵跟随着你，令到你所做的事一切都是得的，啊，而如果你心地不好，你所做的事那些衰事就跟着你的，啊，那么说回头，我今天讲大悲咒，大悲咒就这样，这一种善心、诚心、信心加上恒心，你念那种大悲咒，再加上你有一种清净心、平淡心、卑下心、无分别心、大悲心来念个大悲咒，那个大悲咒呢就可以怎样用呢？啊，这里都简单跟大家讲讲，可以用一种卑下心来修呢，就可以令到你来讲呢，就是很多一切病可以去除，你心境会舒畅，你不信的东西你就慢慢信，你所想要的东西很难的东西它都令到你能够达到，啊，令到你的智慧增长，啊，这些来讲呢就是本身你自己用一种善心、诚心、信心、恒心去做，加上你除了你修大悲咒之外，平常日常生活上行住坐卧，啊，身口意，啊，都是用一种善念去，用一种清净心去，自自然然，时间一长，上年讲的三年、两年甚至一年，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周围环境起变化，
嗰啲仔女唔听话咧，无端端佢自然会尊重你。个仔女读书唔醒目嘅咧，佢自然读书叻翻转头。啊，你自己嘅事业吓、啊，本嚟就一塌糊涂嘅，啊，慢慢地就顺翻转头。啊，虽然冇大发达，但系总归嚟讲就平平，比以前好好多。佢有种咁自然嘅威力喺嗰度。啊，咁样嚟讲咧，就我今日嚟讲咧，刚才讲嘅。我自己冇神通，我自己唔系一个咁系巴闭人，但系咧我自己喺修大悲咒方面，同埋日常生活当中，我自己去做嘅每件事，我就感觉嗰啲神灵同我一齐护住我，令到我样样嘢做得成功。唔单止系嘴讲，佢仲有证据啊！证据写翻出嚟，传翻过嚟，咁样嚟讲咧，今日咧我就吓、啊、为咗启发大家喺佛学道路上嘅信，佛学道路上讲信解行证，信乃道源功德母，至紧要起信。如果你冇启信，信念冇嚟讲咧，对佢唔相信咧，你个门都入唔到，何况其他去做咧？啊，系冇可能嘅。今日嚟讲咧，即系为咗启发一部分朋友，当然在座者已经系喺佛学道路上，有啲有心有钱，但系唔理佢点样样，但系我自己做我自己应该做嘅嘢，我觉得喺佛学道路上自己得到嘅好处，我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呢啲嚟讲，即系一个正信嘅三宝弟子应该做嘅嘢。啊、我唔理任何人点样反应，自己我自己喺法学道路上得到嘅好处，我一定要讲出嚟，啊，让大家嚟讲咧，分享得到几多就几多，得到一啲有一啲，得唔到嘅种个种子都好，啊，呢、這个就我自己嘅啊，即系呢个信念。今时今日啊，我基本上今日讲嘅全部都系我自己喺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嘅情况。咁咧就係幾有意思噶，啊！咁你哋今日可能會有個好愉快嘅幾個鐘頭。我記得而家2001年4月，我喺1999年8、9月嘅時間，我收到一封信。我係本人係大陸出世，我係我是廣東惠州人，但是我高中呢是在廣東省南海縣，即是近住廣州南潘順那個南海，在那裡讀高中的。那我是1966年 在那裡畢業。那我因為校慶的時候呢，間中有回學校的，所以有見到那些老師，有給卡片他們的名片、地址留下。1999年9月，我收到个我个中学，即系高中嘅老师，姓叶噶，佢写封信俾我，佢话阿杨振涛，我啊又叫杨雄，我真正嘅名，身份证嘅名叫做杨振涛吓、啊，我一阵咧，今日嗰师姐咧，我好多个含头嘅，嗰啲名咧一阵慢慢解释俾大家知啊，我杨雄咧自己安嘅，但我杨振涛系我爸爸安嘅吓，咁、啊、我读书时间咧一路系用杨振涛，咁佢话杨振涛同学。啊、你近来几好嘛，在外面啊，啊听说你各方面都不错啊，好恭喜你咁样。其实我呢就是而家学校都退咗休啦，喺信咁讲，佢话一切都几好啊。咁通常写咗信都係讲开就讲少少咁样，跟住尾后梗係有文章㗎啦。佢话我有仔，我有孙。好不幸，我有个孙啊，患咗白血病，我哋俗称佢讲血癌，而家11、12岁到，喺5、6岁之前，6、7岁之间就患咗个白血病，叫做血癌。咁佢系住喺南海嘅平洲，呢、這个细路仔咧就去。廣州醫咗成足足5、6年，一直都醫唔好。
梗係啦，唔死咪算數啦。五六年癌症喎，可以拖五六年，講玩啊！佢話醫到嚟講咧，屋企窮曬，借到朋友見到到我都怕。佢話你可唔可以寄幾萬蚊俾我，當借俾我，俾我醫下個孫啦？我又見到，我知道我個孫就冇得醫噶啦，但係我又唔甘心睇住佢死。咁咧就你借幾萬蚊俾我好唔好啊？咁阿信咁講。咁我睇到之後，因為我一路同大陸都有聯繫嘅，有幫朋友我做善事咧，有我有啲錢咧，成日放喺大陸某個朋友嗰度。咁我知道之後咧，就叫我個朋友送30,000蚊俾佢，佢係要求30,000蚊，送30,000蚊俾佢。咁咧我就。因為佢有留低電話，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話：阿葉老師，哦，阿楊振東，你好，你好，你好。佢話：你個30,000蚊收到啦咁。我話：我今日打電話嚟，唔係想講俾你知，你有冇收到個30,000蚊。我係想講俾你知，我話你個仔白血癌，白血病血癌，我想橫掂都五六年、六七年都醫唔好噶啦。我話我。想教下你个，帮你个仔医病好唔好啊？佢话你都识医病？我话我唔识啊，我断估噶咋，撞下撞下试下啦，横掂都医唔好，死马当活马医啫。佢话好啊好啊，你要点就点咯。啊，你又唔会害我嘅，直接害嚟讲，我个仔都系冇药医噶啦。喺咁嘅情况下，我就叫咗我惠州嘅一对夫妇。是跟我一起收大悲咒，收了很久，就讲个地址给他，跟着去找他。找他的情况是怎样呢？要去到他屋企，见到个小孩电疗，电疗到整个人都干晒，即是很瘦，面青，头发甩晒。他当时是11、12岁，即是两年前12岁到甩晒，很瘦。即是他个细路仔同佢阿妈讲，佢阿妈阿妈，佢话我俾电疗长期散好痛苦啊，不如唔好医啦。佢话我情愿死佢。当我朋友去到之后，我当然我教我朋友系咁样教佢。我话嗱，就攞咗，即系呢个大悲咒仪轨，叫佢阿妈。叫呢个病者每俾半个月时间，要学识读，半个月时间学识背，一个月之后每日唔少过21遍嘅大悲咒，连续要持续最少念1年以上，每日。念大悲咒咁咧，就好似上莲咁，攞住一杯水，对住嚟念。念完之后，将嗰杯水咧倒出大部分嚟，俾个细路仔饮晒佢，剩翻少少，冚好盖。第二日咧念过咧，又倒翻一部分水去，又对住念。那个过程就系咁样。1999年嘅9月、10月之间。到上一年7月，我翻大陸，我就連埋即係教佢嗰兩個朋友同我一起學大悲咒嗰啲咧，同我一起去佢屋企。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哇，情況唔同啦！佢阿媽即係當然佢哋知道我哋好開心啊！嗰、那個細路仔頭髮生滿曬。那个小孩子开始上学，那个小孩子跟他爷爷去游水，那个小孩子周围去运动打篮球，那个小孩子在我到他家之前的一个月，他就见到自己，他说给他妈知，他说妈妈，他说我知道我这个病是怎样来的了，那他妈说，那怎样来的？佢哎呀，佢我前世系和尚嚟噶，
是寺廟食肉啊，是寺廟食肉，所以患了這個病啊。就好在啊，那個阿楊先生啊，現在救回我這條命啊。一個完全一個細路仔，精精神神，好精神，翻過我嗰啲老師啊，見到佢都開心啊。結果我喺當晚去咗佢屋企之後，翻惠州，我因為家鄉惠州，嗰度翻惠州咧兩三個鐘頭翻屋企瞓覺。因為當時有八個人跟我去嘅，連埋我自己。喺第二朝，有個朋友就攞張紙俾我，嗰張紙係點寫嘅呢？佢話：文殊觀音四方遊啊，聞聲治病啊悠悠悠，世間多少空餘恨，大悲咒聲解怨愁。廟內食肉做惡業，腳踏地獄遇鬼人，青絲脫盡金覓回，誓將前因警後人。你哋啊，你哋唔好睇嗰本書仔啦，呢本書仔係有，但你哋唔好睇，睇呢度好啲。今日好多噶，啊，好多呢啲咁樣噶。呢啲嗰個朋友同我一齊收嘅嗰個叫做跟我一齊嘅叫做何如燦，係我中學嘅同學嚟噶，而家跟我一齊收大悲咒。佢寫呢張紙仔俾我。佢話：文殊觀音四方遊啊，聞聲治病悠悠悠，世間多少空餘恨，大悲咒聲解怨愁。廟內食肉做惡業，腳踏地獄遇鬼人，青絲脫盡金覓回，誓將前因警後人。唔好話寺廟食肉啊！啊，制唔過啊，唔好亂嚟啊！啊，佢係身為修行人，係出家人，出家人啊，在寺廟吃肉，開玩笑嗎？那小孩子一個月前告訴他媽媽：我知道啦，我怎麼會有這個病？原來我上輩子啊，在寺廟吃肉啊。文殊观音四方游啊，闻声治病悠悠悠，世间多少空余恨，大悲咒声解怨愁啊！庙内吃肉造恶业，脚踏地狱遇鬼人，青丝脱尽金觅回，誓将前因警后人。不要乱来啊，在寺庙不要吃肉啊！咁佢呢，呢个细路仔呢，就系、是。他長期在廣州，被廣州中醫中山醫學院那個女醫生醫的，那個癌症專科醫他。這個世界真是巧，那個癌症的醫生的病人就醫不好了，但是醫不到不緊要啊，他自己又得癌症啊。當時我去呢個細路仔屋企，係有七個人跟住我去，其中有一個係廣州。咁當呢個醫生有癌症嘅時候，呢、這個細路仔佢阿媽就同我個七個朋友有來往，廣州嗰個有來往，就講俾佢，即係講俾佢知。咁呢個廣州嘅呢個跟我學大悲咒嘅朋友，佢打電話俾我。佢話：楊師兄，我話做乜？佢話廣州個醫生醫呢個細路仔嘅呢個細路仔叫葉海峰，叫話醫阿峰仔嗰個醫生，佢都得癌症喎。我話我得癌症，呢個世界好多癌症噶啦。佢話我係想學嗰個啊邊個咁樣去醫佢得唔得啊？咁喎，佢話阿邊個即係嗰個幫佢醫嗰個咧，係同我一齊收大悲咒，叫做黃瑞瓊。是惠州，他说我也想学阿琼医咁去医佢得唔得啊？我话哇，你咁好嘢啊，真系即时学到。我话你个悲心够唔够啊？佢话总之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佢话你俾我医啊，
我話你又唔敢直接去醫佢，你又要同我講聲，係啊，我又驚驚地啊，所以又要同你講聲穩陣啲啊。我好啊，你又醫佢啊，咁佢咪揾嗰個醫生咯。那個醫生四十幾歲，癌症已經唔會翻工噶啦，啊！那個醫生係大陸嘅高級知識分子，佢唔信，佢唔信啊！佢唔肯跟住我呢個朋友念大悲咒。佢話：唉，呢啲嘢邊度迷信嘅嘢，我唔會信噶。我朋友你就嚟死你都唔信。佢話：我總之唔信，我係幹部啊，冇得傾噶啦。OK， 你唔信系嘛？佢话我日日喺屋企念大悲咒，用我除咗用杯咧，用嗰啲蒸馏水成瓶嘅咁都得噶，对住个蒸馏水成瓶念完之后攞俾佢饮。佢话我攞支蒸馏水俾你饮得唔得啊？佢话咁就得，你攞瓶蒸馏水俾我饮，我咪当水饮咯，冇紧要啫咁。我记得系上年十月。我在新泽西州福惠寺又是讲到这件问题，讲到这个医生得癌症。当时我刚刚回到来美国，是刚刚对上前几天那个姓潘的话要医他，我就对着在座者听我讲法的人这样说，我说这个医生我一样都医得好他啊，是不是啊？超凡法师，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讲？我说这个医生我也可以医得好他，事关呢到嗰阵呢就又系上年九月之间，到今年一月头尾四个月到，那个姓潘嘅打电话嚟，佢话嗰个医生佢自己医生呢佢就冇翻工噶啦，但系佢毕竟系中山医学院嘅大医生嘛。咁佢啊自己假四个月就翻医院去照镜照，因为我医佢之前，佢咧照个镜咧就身上嗰啲癌啊扩散咗噶啦，老兄啊扩散咗，佢哋嗰啲医生叫做即系个地方咧身上扩散咗有三个地方，即系有个交叉交叉交叉，即系意思系咁，即系有交叉嘅地方就有癌嘅。个身体咧就有三个地方有癌，当佢照咗之后，攞翻个 X 光嚟睇自己，你哋唔好搞错，以为冇晒啊，唔系，少咗个，剩翻两个啫，少咗一个，剩翻两个，因为佢唔肯信啊，佢唔肯念啊，但系咧又启发佢个信，系咁医到佢唔见一个。哇！佢开心啦，人又当时一开心之余，又感觉精神啦。先嗰个零月，我翻去广州，又系咁样同一帮人食饭倾偈讲法。佢嚟啊，佢哎呀，杨先生真系多谢你。我话多谢我，我话多谢你自己啊。佢多谢我嘛，多谢你肯饮嗰瓶水咯。你唔肯饮嗰瓶水，我都冇办法。佢哎，水梗系饮啦，有乜怕啫？佢話：總之你肯飲啦，就算數啦。佢話：而家我翻緊，照樣翻工，好精神嚇。咁、啊、我話你有冇再去照啊？佢冇。佢話因為呢啲係好傷身體，唔得閒咧，即係都唔方便成日照。但係我而家感覺好精神，所以咧我照翻工。我話你啊，有冇念大悲咒？佢有啊，而家有念啦。佢依家就念大悲咒啦，我话念大悲咒啊，我话你话唔系单系念就得噶，你要用种好似嗰啲病人病得咁凄凉，你要用种大慈悲心，自己用种慈悲心，一边念一边想医好嗰啲细路仔，咁样嗰啲咒力之强噶，用种信心。诚心、善心、大慈悲心、清净心、平等心、悲下心，咁样嚟念咧，嗰啲咒力之强噶，唔好打口喎。南无阿那多那多那耶，南无阿弥，
咁樣嚟講，你嗰啲咒力咧就唔得靈強噶，仲要加上一個恆心，長期咁念落去。我話你啊，剛當初我要求你21片，而家咪住要49片咯。你仲同你咁便宜啊？唔得噶！啊呢次你揾翻我，我話要你49片。你如果唔係49片，你21片咧，我對唔住啊，我唔知將會點樣。49片，講國語嘅。講完癌，仲係癌喎，講翻呢個化工癌。啊，呢、這個癌真係好多人驚噶嘛。啊，我上年即係去完廣州，睇完呢個細路仔之後，我自己跟住翻香港。第二朝咧，搭8:00嘅飛機，聯合就準備翻嚟美國。嗰晚咧，香港有幫嗰啲佛教徒，即係成日同我聯繫嘅來往嘅，咁咪話請我食飯，好咯，咁咪食飯咯，食食啊，有個香港皇家警察嘅偵察處處長啊。唔知乜個級別我冇帶嚟啦，都級別級都幾高噶。佢話：阿楊師兄，我做乜？佢話：你可唔可以出下嚟啊？我話：出去做乜？佢話：我想有啲嘢同你傾。咁我諗諗，佢話：仲有呢、這個佢隔離帶過嚟嘅一個老人家，80多歲。佢話：我想同你同呢個老人家一齊傾。我話：好啊，咪出去傾。咁出去傾，佢只講。这个老人家亦是我姓杨，他都是姓杨，是你老宗啊。他现在退了休，退休之前是香港皇家警察军中的总督察，叫做杨国威。他说10多年前有癌，给医生看，医生一路药控制着。但是最近3-4个月，那个医生说不行了，你这个癌我不行了，控制不行了、啊、你自己早点打算了。喂老友，你早点打算，不要来找我了嘛。跟你大佬，我知道你那些大悲咒好使得的嘛，你帮下他。我现在9:00-10:00，听朝我8:00要坐飞机，我6:00要出门噶啦，跟你慈悲啊！佢话你老人家慈悲，喂，我唔系老啊，我几后生噶，我唔系老人家，跟老人家慈悲啊！话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唔使嗌，观音菩萨系大慈大悲噶嘛，有求必应嘅。刚才同你讲笑啫，你嗌到我半夜三更我都嚟。跟住我食完饭去你屋企，哈！另外有两个咧，跟我一齐，同我一齐收大悲咒嗰啲香港咧，有两兄弟咧，好醒目。佢阿杨师兄话做嘛？佢话我都跟你学下嘢得唔得啊？我话嗱，如果你跟佢学下嘢咧，要做嘢嘅，佢得你话点就点。我好，你跟住嚟，又系呢招。那个杨国威讲嗰啲山东话好难听嘅，总之唔识讲广东话。我有嗰啲录音带，大悲咒录音带，今日有冇结缘啊？出边啊？有冇啊？阿伟奇师兄有啊？我嗱呢边广东话的大悲咒，你就念。佢话我山东话你搞掂佢啦。你总之就要半个月学识读。半个月就学识背，一个月呢又49遍大悲咒啊！大佬，佢成10多年嘅癌，而家扩散咗，我话你要49遍啊！行，没有问题，你杨大师，佢叫我杨大师，杨大师，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嗰人呢就系几好嘅，嗰人好诚实，我觉得佢虽然佢系总督察啊，但系嗰人好谦虚啊，我觉得。啊！即係，但係見到佢即係病咧，又係真係好值得可憐
啊，即係當年做軍就好威風啊嘛，即係人嚟嘅。我不管怎麼樣，你念四十九遍啦，啊，佢又問我最好什麼時候念啊？我說最好咪半夜三點至五點咯。個時辰係最好噶啦，廿四小時最好啊，三點至五點半夜呢個叫做人事最好噶。我師傅教我嘅，圓行師傅教我嘅，佢話嗰陣時間咧，嗰陣咧大地最靜，嗰啲諸佛菩薩走出嚟活動嘅時間啊，五點至七點咧聽講係神仙嘅活動時間噶，咁樣講噶，三點至五點啊，嗰諸佛菩薩出嚟噶最好噶。咁我喺屋企就念咗遍大悲咒，啊，念即係同唔係念一遍，即係同佢念一大悲咒水俾佢飲。以後咧你就跟住念。我話嗰兩個人跟住我咧，嗱，你哋跟住我想學嘢係嘛？你哋每日兩兄弟準時準候要嚟到呢個姓楊嘅屋企，同佢一齊念念一個月。你學嘢嘛？哇！我大佬啊，咿呀麼講玩啊，唔落啲。誠懇心點得？冇啲誠懇心，喂佬，你好似當玩咁嚟學完嘢咁咪走啊？啊大佬啊，啊！結果個兩兄弟真係個細佬仲誠心嗌埋，佢話我老婆嚟得唔得？得，叫埋你老婆嚟。三個人日日嚟陪住嗰個楊國威念大悲咒。其實講本身，第一個細路仔，第二個醫生。包括呢個楊國威，我同你哋講啫。其實我自己翻到屋企，我都偷偷念大悲咒回向俾病嘅人噶，都係自己念。念完大悲咒，願意此大悲咒功德回向俾嗱，我咁回向俾阿楊國威老先生，希回向俾楊國威老先生嘅歷劫以來嗰啲冤親債主。愿佢就系大悲咒佛力加持下，业障消除，福慧增长，憎恨心远离，早日得超生善道。同样愿以此功德回向俾阿杨国威老先生，愿佢有佛力加持，业障消除，福慧增长，病业远离，身体早日恢复健康。我系咁回向，我自己都念几日噶，唔系讲咗就算数噶，大佬唔能够乱嚟噶，做人要负责任噶。到第八日，我翻到香港第八日，我翻到边，吓，心血来潮，打个电话俾杨国威，喂，杨老先生，他说，杨大师你好，你好，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吗？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梦见有一个人跟我说，叫我不要吃大葱，不要吃大蒜，我山东人最爱吃大蒜。他说叫我不要吃，那我呢现在怎么办？我千祈唔好食啊，千祈唔好食啊，他叫你唔好食你就唔好食啦，你要命啊，要大葱大蒜啊。他说我都准备不吃的了，刚好你打电话来，那我是问问你，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我就下决心不吃大葱大蒜的了，但是你刚好打电话来啊。你一翻到去那个病呢，他俾醫生照顧，個醫生話：楊老先生，恭喜你。他說：暫時你不用收拾行裝啊，識唔識啊？收拾行裝識唔識解啊？大佬啊，幾個月前個人你執定嘢啦，佢你唔使收拾行裝喎，佢你那個東西啊，小了很多啊，一個橙咁大。而家剩翻三分一咁細，啊！你不用收拾東西，你怎麼那麼好功夫啊？我呢次開心到佢咧，通知佢所有嘅嗰啲警察局乜嘢偵察處長乜嘢雜差乜嘢差，我就唔識佢哋乜嘢差。你們全部識我嘅人，一定要知道那個楊大師什麼時候從美國回來，我要。大白眼去请他吃饭，我话咁样咧，我唔会噶，啊一围就得，大家一齐。结果我呢次翻嚟咧，佢请我食饭，一围啫，啊
他说要拜我做师父。哇，你百几岁你总督察，哎，不要搞住了。他说无论如何都要，啊，我随便你了。还有几个癌的故事，几个癌的故事，因为资料真的太多，我说话呢又慢吞吞，还有几个癌的故事真的。我快点，我公司呢有个职员，他请假，我说你做什么请假？我老豆就来死啊，你老豆死没死呢？人生梗是生老病死的了，八十几岁。他不是啊，我老豆癌啊，现在睡在床上不会动啊，不会动，现在探完他，探完这次就是这样先的了。 OK， 我说得，你跟我这次都不教你念大悲咒了，是这样，以后我家拿两瓶大悲咒水，就这样先了，拿去喝吧，拿埋啲甘露丸，嗱，今日有啲甘露丸結完啦，攞啲甘露丸同大悲咒水，我屋企嗰啲，嘿，你攞翻你邊你老豆飲啦，佢係多倫多嘅，嚇，佢老豆喺嗰度屋企痛到暈陀陀，嗰支大悲咒水一飲，我叫佢一支飲咧分三日喎，唔係一日分三次，一飲完之後即時唔痛喎，嚇，咁嘅，啊，第二日咧出嚟喺個客廳行嚟行去，第二日咧成支一次過飲曬。隔多个零月，我公司个职员，佢话有冇嚟啊？冇嚟啊！又嚟，我话又请假，系啊！求我老豆要我带佢旅行工，佢话好耐冇出过外边啦，阴公喺屋企瞓住痛到晕，啊！又识去饮茶，又呢样嗰样，又系俾医生检查。个医生咧，嘿，你呢个癌症好嘢冇啊！全部控制，我有料到啊！嗰个医生佢话佢有料到，多伦多嗰个，那个鬼佬，佢话佢有料到嘅，佢话我医到个癌啦，周围同人讲，我费事同佢讲，仲有一个嚟讲咧，仲有一个嚟讲咧，就系呢次我翻去连山扶贫，有两个细路仔，又系一出世就血癌，哇！阴公。咁我又同佢醫喎，又同佢醫嚟講咧，啊呢次咧就係、是、又有師喎，佢睇過點講先嚇，師第八第八頁，第一個師之感應第八頁，啊我醫咗佢之後，結果嚟講又有個朋友點講啊，佢寫張紙仔俾我，你哋嗰度冇噶啦。你哋冇噶啦，你哋个本唔使睇啦。吓，《师偈》第《师偈感应篇》第二集出版嗰阵，你攞嚟睇啦。喺我手上就有，你就冇。心累心累如雷，大悲声，诸世华陀观音语啊！可怜天下无名苦，大悲咒水治癌魔。心累如雷，大悲声。诸世华陀观音语啊，可怜天下无名苦啊！阴公，我哋就因为无名啊，吓做晒错事都唔知啊！可怜天下无名苦，大悲咒水治癌魔。仲有呢？依呢个细路仔咧，有好多首诗，即系不同嘅人攞翻俾我嘅，都系印证依呢两个细路仔嘅，一出世就血癌噶。呢啲唔係出咗世之後亦知有癌嘅，一出世未出世之前係到肚嗰度已經有癌嘅啦，又會咁嘅，治癌難啊嗬，難唔難啊？啊，難上難啊！比治癌同癌一樣咁難嘅，大悲咒都做得到嘅。至緊要你要信心、誠心、善心、行心，用個大悲心為眾生。去求嗰啲大悲咒咧，好靓嘅啊！最紧要你个心念、身口意个意。下边讲个故仔，同医癌咁困难嘅嘢，俾大家听下，俾大家分享。上年五月，我刚才同讲俾大家知啦，就系、是、好多朋友喺国内同我一起收大悲咒嘅。咁除咗大悲咒之余，我哋仲係要日日行好事啊，莫要问前程。总之嚟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哋成日去做嗰啲扶贫，做嗰啲雪中送炭嘅工作。我叫咗四位朋友去
陕西省延安地区瑞德县去那里扶贫，那里的地方我们俗称黄土地，山上一条草都没有的，阴公那些环境好差好差，差到呢一个县啊十几万人，怎会有成十几十几二十万人到啊，我相信可以有万几人那些伤残人士啊离晒谱的。以前是战争嘛，搞革命嘛，死好多人嘛，那些地方业好重的。咁我哋四个人去，我四个嗰啲跟我学佛嘅朋友去到咧，嗰啲当地嘅干部话俾佢哋知，瑞德县四年干旱，四年干旱，成个延安地区本嚟都黄土地啦，仲要四年干旱，阴公，好咯。他们有手提电话嘛，我跟他们通说，喂你们听着，他说怎样啊，杨师兄有什么吩咐，我说教一招给你们，又教我们什么事，你们醒醒定定，你们今晚在他们是远城的嘛，在那个宾馆那里，你们在宾馆那里睡觉之前呢收大悲咒，我呢就在美国收大悲咒，收大悲咒做什么，向天公求雨啊！向天公求雨，向观世音菩萨求雨。瑞德县嘅人四年干旱咁凄凉，希望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为我哋瑞德县，为我哋延安地区落几场甘露啦。结果第二节第二日。那几个朋友他们在远程住要落乡下的嘛，去很多条村的嘛，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啊，去到这条村，这条村就落雨，离开这条村又不落雨了，走到另外一条村又照样落雨，离开又不落雨，哇！嗰啲鄉下人，佢話、啊：真係奇怪喎、啊！你哋不但同我哋帶米、帶錢、帶糧，同我哋築水壩、建橋、啊、送米、俾油，喺山上種埋草、種埋樹，仲要為我哋帶埋雨嚟。佢話：你哋乜嘢人嚟㗎？我哋咪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咯。佢嗰幾個係大陸人嚟㗎嘛？結果啊，情況係點啊？佢哋走咗之後。他们走到哪里哪里落雨，原来我们向观音菩萨求雨，观音菩萨真的为我们落雨的，你们看过这些，看过是不是我们求到的，你看看何以参户结行各位科各强四人于2000年5月底前往陕西省瑞德县扶贫救灾期间，目睹该地久旱不雨，民不聊生，四人遂和杨洪师兄分别在中美两地收大悲咒求雨。嗱、啊，佢点讲嘅咧？佢话黄土高坡黄尘滚啊，田园庄稼怨云天，昔日清波今何在？祈求观音永甘泉。我哋就祈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唔该你落几场雨，俾瑞德县嗰啲人民，俾延安地区嗰啲人民啦，干旱咗咁多年。佢话踏遍瑞州万重山啊，渴望春雨润人间，观音慈悲洒甘露，山笑人笑，水亦笑。第三首咧，佢话月照千桥无倒影啊，黄河桥下有人家。心心相印解疑难，慈辉光照暖万家。慈辉呢就是我成立了个慈辉佛教基金会、啊、所以诸佛菩萨都知道有个慈辉佛教基金会，所以他这里说月照千桥无倒影，黄河桥下有人家，心心相印解疑难，慈辉光照暖万家。
他说肯为汗水扰黄土，愿为众生求甘露，杨柳弯腰点头笑，万山黄土变绿洲。是不是那些鱼是不是我们求到的？是不是这些诗感是不是证明是不是我们求到的？是不是观音菩萨慈悲啊？四首当中的第二首啊，踏遍瑞州万重山，渴望春雨润人间，观音慈悲洒甘露，山笑人笑水亦笑，月照千桥无倒影。梗系啦，个桥月照千桥，嗰啲月亮照落嗰啲桥位，嗰啲桥冇倒影嘅，点解啊？冇水啊嘛，嗰啲桥下边冇水啊，咁点有倒影啊？月照千桥无倒影，黄河桥下有人家，桥下都有人住过我。切，梗系得都冇水嘅，嗰啲人住喺下边啊，干旱啊嘛。心心相印解疑难，嗱，心心相印边几个心啊？个四位朋友加埋我美国嘅杨红，仲有我哋举头三尺嘅观世音菩萨，大家心心相印。解疑难，替众生求雨，结果慈辉光照暖万家啊！我哋慈辉佛教基金会诸佛菩萨都知啊，佢话真系令到吓嗰啲贫苦大众好心中好舒服啊！肯流汗水扰黄土，愿为众生求甘露，杨柳弯腰点头笑，万山黄土变绿洲。这个就求雨啊！当时我哋四个人系五月份去嘅，结果我就喺嗰度咧，同佢哋买米啊，买油啊。买同佢哋嗰啲医疗站啊，同佢哋俾啲钱佢买嗰啲草种啊，唔系谷种啊，草种俾佢喺山上播种，种树，同佢筑水坝，同佢挖井，打井打几廿口，而家仲有咁样嘅事情啊！嗰啲黄土地嗰啲人朝早攞个面盆去攞水喎。去哪里拿啊？要行去半个钟头，去到那里拿个面盆给那些所谓水泉去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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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滴他大半个钟头满晒，去到那里怎么样？还要排队，不是去到就有，排完队滴迷再又拿半个钟头回到家里，头尾就去做足足一招啊，这样拿水的。我同佢哋喺嗰度打水井，结果因为嗰次咧就使咗50几万人民币，但系见到个环境太惨，九月份咧我又叫四个再去，再去同样做一个，同样都系做呢啲，同佢哋派面粉，佢哋真系断粮噶，阴公冇饭食噶，食野草啊！俾面粉，俾油，同佢即系佢，因为地方太阔啦，我哋50多万，车好似大海当中一滴，边度够啊？杯水车薪，边度够啫？又攞钱去过第二次，攞我俾佢攞90万，使咗去呢啲类似咁嘅情况，哈！结果咁做啊，刚才讲嘅，我哋咁做，受益嘅瑞德。院的那些贫穷老百姓，瑞德院的那些干部知道咯，院长知道咯，我们几个人知道咯。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不跟你们几讲，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知不知道？没人知道的，谁知道？搞错了，还有天知地知啊，还有菩萨知啊。菩萨怎么说啊？哈，你们听啊，他说潺潺流水绕村前，皆因溪水筑水坝。我们已经筑好水坝了，九月份那时候，皆因溪上筑水坝，留住甘露绕黄土，终使黄土变绿洲。
呢啲你哋冇噶啦，唔使睇噶啦，冇啦。呢个系第二卷嘅，你哋嗰度五月份系有，九月份系冇噶啦，你哋唔使睇嗰本咯。世界第二卷要第二次啦，啊系第二次嘅。啊，另外有首喎，啊又系都系佢嘅吓。年年中秋就年年过喎，今年中秋就闪不过。父母官邀明月前，父母官当时个院长邀请佢哋一起八月十五同佢哋一起食月饼啊。咁佢话父母官嗰啲父母官啊，即系嗰啲院长啊乜嘢？父母官邀明月前，敏感慈悲谢骨谢机会。敏感慈悲借机会，我哋慈悲佛教基金会嘛，佢话敏感慈悲啊借机会，机会即系基金会啦。扶贫致富啊永不忘啊，致力摆脱贫穷境，慈悲金光洒黄土啊，换来人间无限情。嗱，另外又有好多首噶，植草栽祖，即系佢闪伯种嗰啲祖啊。嗰啲红枣嗰啲枣子啊，种到嚟卖啊！啊，佢话植草即系种草喎，阴公植草草都要种，嗰度你话咁凄凉嘅，植草再早呢边就种草，嗰边就种嗰啲枣子，咁啊植草再早披绿洲，成个山岗变晒绿啊！脱贫致富有保障。慈悲帮助送一程，共度贫穷这一关，水土保住家更美，甘露点滴甜心头，慈悲为怀度众生，子孙后代齐赞助。仲有一首，哎呀，呢首你真系阴功啊！呢首点噶？即系我读之前嚟讲俾大家听，我睇到都真系，而家我都真系就嚟顶唔顺。那些傷殘人士在陝北見到我們這樣去幫他們派錢和送棉胎給他們，他想這個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好人的，他們和縣政府一起開那個感恩大會，那些傷殘人士表演节目俾我哋嗰几个朋友睇，因为太激动嘅关系，嗰啲伤残人士弹琴啊，弹到嘣，嗰支琴断咗，大家嗰啲伤残人士一齐嚟喊，我哋嗰啲人又嚟喊。而家我講翻轉頭，我自己都當時係嗰首詩係點寫嘅咧？腳踏陝北黃土地，滾滾黃土迎面來，慈悲幫引甘露泉，又送涼來又驅寒。大悲心境感明州，明啊出名嘅名咧，即系佢嗰个延安好出名啦。大悲心境感明州，残疾老汉赞断言，残疾老汉赞断言，嗰支琴嘅条线都俾佢肥到断啦。残疾老汉赞断言，聋哑孤儿。表心意，换来人间无限情。